号称全台湾最高的官员加油站，位在海拔2374公尺这么高，不少人经过此地，习惯性会到贩卖部去吃上一颗热乎乎的云端蚂蚱。但是啊，站长表示，因为啊肉粽的成本长期不堪负荷，5月1号开始要涨价了，每一颗肉粽啊要从40块钱涨价变成45元。不过消息一出，大家不但没抱怨，还纷纷表达支持。有不少人都说啊，山下的一颗粽子至少都已经卖到50块了，官员才只卖45元，真的超级佛心，就算涨价还是会继续支持。我是李依璇，主播工作对我来说是一秒都不能松懈的战场，将撼动社会大众关心的议题清楚传达出来，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认真的记者，才是对观众负责的主播。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哦。